觉得请人不再是问题啊，要请举手。Yes， 我们现在是要讲怎建立整间公司里面的那个自动自发的人哈。Yes， 当然觉得说自动自发是很重要的，请举手。觉得说他们有承诺、有目标是很重要的，请开始举手。Yes， 当然他关键是要 run， 要 run 什么？各位？还再来一次要 run 什么？Meeting，这里是没有还没有说，要 run meeting。 那你的meeting是次数要多还是要少啊？你的meeting要久久一次还是每个星期都有meeting啊？所以至少要多久？每个星期要有一次。OK？Yes？ Make sense？ 那meeting是要长还是要短啊？短。短。为什么要短？因为短的时候你还可以 focus。 你在干什么？ Focus， 有没有试过去那些 meeting 很长很长的？有试过 meeting 很长的，请举手一下。结果整天的时间用在 meeting 又没有生产力的 ，Yes？ 所以记得 meeting 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几个小时？半个小时，看你的组织。如果你组织比较大，人手比较多的话，把它 break it down， 把它什么？各位 ，break it down， 把它分成可以做半个小时，最长最长不要一个小时，不要超过多久？ 还听不见？不要超过多久？一个小时。因为一个人的注意力最多只能维持多久？45分钟。 Yes？OK。 对，什么人拍拍阿基马上说，一个人的注意力最多只有45分钟。最多只有45分钟。过了已经进入半催眠的状态了。 Yes？ 多少米高讲过了几分钟 ？OK，Thank you。 把米丁要频密，很多人的问题在于做米丁的时候呢。 他们是做到久久才做一次 ，yes， 3、4个月做一次 ，yes， 然后一做呢就做半天 ，yes， 一二三来 ，Oh my god， 这样子哪里能够知道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来注意听，有人听不听？带一个团队就好像带一个 sports team， 比如说篮球队，请问篮球队这个篮球比赛是多久？ 你们知道吗？30分钟，40分钟，40分钟，40分钟。你们看过篮球队是打一场比赛打4天的吗？你有还是没有？没有。你可以想象今天这个比赛是每一天在进行 ，yes， 你的生意上的比赛，是不是？你每一天在进行这个比赛，你的分数就是你的 sales，yes， 就是你的 collection，yes。 记得吗？我们今天讲生产力的话，只有三样东西吧？几样东西？第一个叫什么？等下举起你的右手，举起你的右手，P叫什么？P，来一二三叫什么？P 就是你的 production， 就是你的 production。跟你朋友讲说 P 等于 production。P 等于production。那因为你有 production 的话，你才会有什么？一二三来举起你的右手。S， 来，together。 Draw a big S， S， 然后才会有这两条线，叫什么 ？Money， 这一定要有什么 ？Sales， 可是 Sales 之前一定要有什么 ？Production， 比如说你是做这边是做 Product 的，请举手 ，Physical Product， 生产产品的举手。这里很容易算，你算Quantity，你算什么？各位 ，Quantity， 生产量 ，Yes， 假如这边是做 Service 的，请举手 ，Service Line， 你就算。 Transaction 是什么 ？Transaction 多少的那个 service 的那个次数，可以啊？比如说你做美容的话，洗多少个脸有没有 ？Yes， 就好像你今天是洗衣服，不杀猪鸡 body， 你就算 berapa kilo？Yes， 如果你开的是不杀猪鸡 bukan， 你不能算 by berapa kilo， 叫什么？ 你要说 berapa bukan yes berapa customer yes， 所以说这些就是你的 production， 你的 production 就会有你的什么 sales， sales 容易算吗？算买什么 dollar sign， 还有没有说吧 ？Make sense？ 但是有了 sales 后，还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决定你公司的生产力的。第三个什么？来一二三来。C，
Everyone, do it with me, please. Physical is memorable. 来, repeat after me. Physical is memorable. 那我举一个例子，你们这边会骑脚车，曾经学过骑脚车的请举手。会骑脚车，是会骑电单车的请举手。OK， 已经很久没有骑了的，请再次举手。Thank you。假设现在给你骑脚车，你还是可能会骑，一下子就习惯，可能会骑的，有信心会骑得到的，请举手。为什么？因为 physical is what memorable， 有肢体动作加入的学习，就是一辈子的学习。家长想要一辈子的学习，做一次就能够记得一辈子的，请举手。Yes， 那各位，我叫你做肢体动作是有目的的。Yes， are you with me？OK， 那第一个什么来 ？P S C， 叫什么 ？Collection， 都可是你算吗？算买什么 ？Dollar sign， 这就是三个决定公司生产力，决定公司的话，现在来从 everyone repeat after me please， 第一个工作，第一个工作，直接带来生产力的工作，直接带来生产力的工作，加上 P。P， 什么是 P？Production。第二个 Sales。第三个 Production。OK， Are you ready so far？ Yes。OK， 非常好。旁边的朋友说，You are smart。第二项工作，举起你的右手 ，Everyone follow me。OK， Put your hands on your heart。OK， 如果你怕你的心掉出来的话，双手 OK， Good。OK， 第二项工作。Everyone do it together with me， 双手来。第二项工作，就是 non-productivity，performance 的工作，就是没有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工作。Are you with me so far？ 就是 admin， 行政 ，account， 会计 ，management， 管理。他需要看的是 RAP， 是什么 ？RAP。OK， 什么是 R？ 华语叫什么？可靠度，他讲有做有没有做。然后第二个 ，accuracy 代表什么？准确度。第三个什么？准时度。Everyone， are you with me？ Yes。OK， 第一个什么 ？P S C， 第一个 group。第二个不是什么 ？RAP， everyone clear？ Yes。非常好，给我们自己热烈掌声一下。那因此这边有两批的人，对不对？各位，几批人？两批人，就是我们真正佩服他们的。大家记得吗？我们在 SCS 的时候，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要今天要给他们第三种跟第四种 commission。哎，对不对？现在 ，Are you ready for the best part？ Yes。How many are ready for the best part？And what's the best part? Ask me what's the best part. What's the best part? 怎样子 run meeting? 所以各位，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 meeting 应该是 involve， 应该是什么各位 ？involve。刚才那个东西不是 run meeting， 不过要让你明白要 involve。在 run meeting 的时候呢，我们做几样东西，我们需要用 encouragement， 用什么 ？empowering。Yes。但是你要知道，人有一些 psychology， 你们觉得人有 psychology 的情绪是什么？人有心理的。会有心理反应的情绪，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心理反应来让他们成长，让他们什么呢？成长。在做整个你这个时候，那今天的时间我忘记了，是到六点了是吧？所以你们多少人是已经有appointment的情绪，所以有点过于appointment的。OK， how much longer can you stay？ Just tell me how much longer can you stay？ No, I forget until 7 吧，就直接7吧。多少人可以 until stay until 7的情绪？哦 ，sorry， I asked the wrong question. How many cannot stay until 7? Everyone can? How many cannot? Okay， 非常好。那如果你 ，I'm going to do this very fast， 就是泰国时间慢我们一个小时。这是 cash 的吗？哎，如果你来不及换钱，我钱包里面有一些泰币也借给你先。I just came back from Phuket, okay? No， 来。在做 run meeting 的时候呢，我们有几样东西要做的。第一个东西叫做 What's the word, please? Focus. How many of you agree that? 多少人可以同意一点？ Whatever you focus on, expand.
多少人同意？当你的东西有专注力的时候，可以了，不用整天拍了，够了，已经够我用了，已经够我用了。不过你可以继续拍一下，因为可能有些重点我们还要放上你的选了，对。那个人觉得说，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成绩不能出来，我们的不出来，是因为我们 lose focus。我们什么各位 ？lose focus。今天在一个篮球场比赛里面，有没有那个篮圈？有还是没有？假如这个篮的圈一直在移来移去 ，Hello， 你来接一下 ，OK？ 这是很棒 ，OK？ 你可以想象今天你要投篮的，那个篮哦，它很乖，你自己填那个字下去，很乖，它可以。那个篮不叫篮，那个篮叫乖。他会跑来跑去的，这一会你要投球，你知道吗？请问你投得进？有多少人在做生意或是带团队的时候，他根本没有一个 focus point？ Yes， 那个 focus point 讲了一次，3个月之后才来讲第二次。你可以想象带球带了3个月，然后3个月之后才来找那个篮在哪里？请问投得好吗？不好。3个月之后才来检讨，你第一次投得好吗？不好。所以应该每个星期都要有一个。你们记得我们的 L1、L2 和 L3 吗？记得请举手一下。我们有一个东西，都有一个东西叫什么 ？B1、B， 然后有 L1、2、3， Yes or No？ 还记得请举手一下。还有 L4 都可以的 ，L5 我们讲到 L3 OK？ 这边里面，我们都有 B。S 还有 C，agree？ 同意的请举手 ，yes。所以这东西是有 focus point。我把一个月一个月做出来，是不是？多久各位？一个月。多久 ？Everyone？ 一个月。我们是算per什么 ？per month 的，对不对？那我们的整个 salary system 也是 per month 来算的，对吧？尤其是第几种 commission？第一种、第二种，还有第三种、第四种，全部都是 yes or no？ Yes。所以我们有10个 general， 然后我们有5个 general 跟5个 specific performance， 还记得吗？ Yes。然后它里面可以变的，对不对？什么叫 general？ 来，就是说他有没有准时来，有没有穿 uniform， 有没有做 bench guard， 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随时换的5个，对吗？我们有另外5个，另外几个？5个。另外5个就是专门是跟他的工作有相关的 ，yes。比如说你今天煮东西，你有没有浪费食物 ？yes。比如说你煮东西有没有准时煮好 ？yes。你一天做多少卡什么口碑 ？yes。OK， 听到同学举手 ，yes。哦，你还可以认的东西 ，BSC， 销售就有意了。你做到13个，你有多少的东西做好吗 ？Everything， 所以我们就有10个，10个里面每一个东西我们给他说做错2次，对吗 ？yes。第3次之后你再做错的话，你就少了。你只要中一个少过的话呢，你那个月就不用拿你的 performance 了，还记得吗？ Are you with me？ Yes。 Hey， this is very important， 因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教一整天的 super commission， 其实很多人回来，包括心理跟任何人。And by the way， 我不会再提醒你们，如果你们自己要报考这个BF2， 因为我你多人来我多热闹，可能是很热闹，其实对我来讲。它只是一笔很小的钱，不过对你来讲，可能它带给你的业绩就不止。Yes or no？ 所以两个人多少钱？395。Understand？ OK？ 所以你们自己去报，是两个人，有你们自己去找啊 ，Grace 报。OK？ 要讲到多少人？因为我们的人数有限，我们已经卖了多少人？要不要知道？那一天我们全场里面差不多有整百人，我们卖了40多个人在后面，不肯回家，到了一点，你们知道吗？有看到吗？没有看到，所以我来在场。哦，你看到后面人潮多不多？我不肯走，对吗 ？Yes。而且有些人是自己付钱，不老板付钱。Yes。多少人是他的员工自己付钱，不是老板付钱？请举手一下。那你想看我们成功做到，你们给我掌声一下。Good。OK。所以说 ，OK， 我们回到了这边。Yes。因为他是1月8号说我要给你们提醒一下，我们已经卖了差不多已经有40多个，我不知道多少个，但是我们大概一个班能够进100到120个人吧，那通过别人影响你的时候会比较好。Yes， 那我们教他这样子做这样子。好，但我们这个本班做的时候，你们都知道这样子做嘛，对吗？本班，但是我们一定要拟定的 follow up， 对不对 ？Hello everyone， yes。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什么 ？Focus。可是你说我们 focus 啊？他们没有那个 focus， 你不要相信你的 team 会有 focus，
如果你没有给他这个篮的话，他们不会自己塞一个篮，然后塞一个更屌的篮，然后塞一个更屌的篮来自己投的，没有人这么笨的，你知道？Hello， 连你自己都不肯 play 每个人的时候 ，Yes， 何况是你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子跳跳跳的，很少，为什么 ？Yes， 还有人没重新出发？所以我们第一个篮就是 BB， 第二个篮 L one L two L three L four 这样子去 ，Yes， 但是总有人，各位，关键是什么？总有。会 hit L1， 又想一再继续 hit L2， 因为他得到了三个字，来问我什么字？什么字？他得到的一个东西最重要，刚才你讲的什么字？标准答案，谁讲的？认同感。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吗？给他掌声。还有一个第三个说法，他得到什么？认同感。因此。他就跟小鸭冲，他整个团队就跟小鸭冲，他的声，他就开始互相影响，我们就开始讨论了。来，注意再看一些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他们没有冲得到成绩？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什么 ？focus， 那 focus 没有每个星期在提醒。有时候我们自己做老板都 lose focus， yes， 只要我们忘记这个月的目标做多少，没有整天计划，我们那个月目标通常达不到 ，yes or no。多少人可以明白这点？举举手 ，say yes。给朋友还伴娘说 ，that's true。因为我们没有 focus。Yes。除了 focus 之外，我们很需要一个东西叫什么？要不要知道整个带头队最重要的字？要不要？要不要？要。对。这个字叫做。来，一二三，请出来。Accountability， 华语叫什么意思？可靠度，他到底有没有 accountable？ 真的讲到做到吗？来，各位，什么字？四个字，请写下去，很重要字。讲到。很多时候，女老板不再去盯他的话，他通常都没有做了，是还不是？是。多少人可以明白这一点？举举手。所以，你要不要你的团队可以自己讲到？做到自动吃饭。You want? No? Yes? Yes. 那关键就在于，因为你没有，我们没有给他一个 focus 和 accountability。我们怎样子做？这个东西重不重要？这个是最重要的，叫什么 accountability。不过你要 accountable， 读一个 focus。还有人跟小明说吧 ，Can I go much much faster? Yes. Serious?Yes。还要三讲说 ，bring on， bring on， 放马来吧，放马来。你们这些全部的老板，你需要这一个方法哦，你回去会消去，注意听啊，你要消去。说各位请 pay attention， 拍拍老板的说 pay attention， pay attention。这方法容易到你会怕，容易到谁？记得吗？你要 focus 什么 ？B S I C， 哪一个最重要 ？C C，Yes or No？Collection。然后有 C 之前一定要什么？S 有 S 的一定有什么 ？B production， 我们这样子看你的公司，可能是 S 跟 C 没有 production， understand？ 像我们的公司是 S 跟 C 比较重要 ，Yes？ 有，我们现在来了，把一些重要的数字，我们在我们的 office 里面，我们这样子 run 一个很容易的 morning meeting， 我用口讲就可以了，好吧？你会有一个一二三来，你会有一个很大的。白板有多大？来做个示意，我看，很大的白板。这白板是 ten man， 不快乐。学到几句什么意思？还有人听上去吗？从每一个 morning， 每一个 Monday， 每一个什么 Monday 的 morning， 第一个工作天的 morning， 第几个工作天？每个星期，比如说星期一是 off day 的话，是宝贝我的电话，就是星期二。他们全个 team， 你第一次你先带他们，谁先带？你先带。比如说我们现在讲 sales team 吗？嗯。Are you ready？ Yes。Sales team 一定要 meeting， 要什么 ？Meeting。Make some meeting 很简单嘛，我们 involve 每一个人，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说，现在有A B C D E， OK 吗？我们有 Apple。B 是什么
不要关还是什么？巴库里，我们有 Apple， 巴库里 ，K， 还有，Dolphin， 这我们有，接下来有没有什么 ？Apple， 还有 Dolphin， 我们有五个人，现在五个人，你们是够了还是有打给的 ？Yes 呢？董事长 ，Apple。阿古里，对，还有，罗宾，还有，有点住在哪里？一个，还有一个 ，OK， 很 excellent。所以这五个人，他都有他的大哥，对吧 ？OK， 大哥，所以还得有他的大哥。目前为止，我们讲 P， 我们讲 S， 还有。还有没？还有没？然后他有他的 follow up， 还有他什么 ？follow up。OK。我们现在就讲说，今天你的 sales， 请告诉我你的 sales 这个月是多少，已经做了多少？这个礼拜多少？我们 start everyone start from 0000 yes or no？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 ，OK， 好，现在0000，请告诉我你手头上有多少个，好了，你要去见的客户 ，OK， 所以我们有路，记得要有，我们就 OK。我教你一个 tips， 我今天教的不是很好，我应该教的更好，因为我是第一次教，有没有掌声一下？因为教东西要有层次感，人家才会记得，要什么？记得在场所有多少人想要拿个 meeting 哦，你不在意难不难的情况，确保他们能够自动自发去拿这个 meeting 的情况。Yes， 这个东西已经进入他的 performance， 记得吗？我们讲有一个 general performance， 记得吗？有五样东西对吗？就把这个 meeting 做下去。你没有做这个 meeting， 一个礼拜一个月多少个礼拜？至少四个礼拜。你做一次没有做，给你一次 warning。第二次你没有做，你们成主人。你们不用拿最重要的 commission， 叫第三个叫什么 ？BSC performance bonus， yes or no？ 哎，那个多不多钱 ？Extra 拿他的钱出来，我们多分你，你可以拿50%，对不对？还记得吗 ？Are you with me？ Hello？ 你 hit 到 L1 多少钱？100。你 hit 到 L2 200。你 hit 到 L3 400。每个人的400、400、400、1200块可以抽一个50%出来，三个月之后再累计。还听过我讲的，请举手一下。A、powerful 那点吗 ？Do you still remember？ Hello。Yes。哎 ，this is the key 嘞，这是整个东西最重要的 key， 因为你的人数跑不掉嘞。他一跑的话呢，他的保护一下他不用拿钱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 lock 他的那个 productivity 罢了，还记得吗？他一定要 fulfill 同时满足那五个 general performance， 还记得请举手一下。比如说，他一定要准时，还要准时交礼物，还要态度好 ，everything yes or no？ 不是说今天你做给我sales好，你每个月 L1、L2、L2、L3 这样子，你就可以拿那个 performance， 是还是不是？不是，因为我们要 lock 他的 HAMP， 记得的请举手一下。如果有机会让你回来复习 SCS 一整天的，要的请举手一下。哇 ，it'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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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understand？ 这边懂我讲什么的请举手的，这边懂的。懂的人请站起来一下，剩下人请坐下。懂的人请站起来，真的懂。来，各位，弄得了，没有，不用紧，你不要，你不懂的，不懂我讲这个performance，请不要站起来，懂吗？为什么？不是面子的问题，我这样子做有原因的。我要你们看这些全部懂的人，你们都确保你们真的懂吗？都可以分享吗 ？Yes。所以你们这些不清楚的人，你的工作就是问你的主，或是你看到谁跟你比较，你认识比较谁比较多的，比较靠近你的，你去问他这样子做 ，Yes。你们愿意帮他这些？如果来问你了，愿意帮他吗？可以长老，因为我们是一个 group， 为什么？很轻，你投资了很多钱，不少钱来上面里面，请不要乱乱去教那些外面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不会 buy 你，第二个你教的时候你感觉到我教你我几整万块学回来的东西，你反而不珍惜，你会偷。你试试看一次你就知道我讲什么。多少人应该明白我讲什么了？请举手一下。You relate to me？因为人家是你的朋友，不是你的学生，你去教他做老师，他就不拜你，yes or no？ 有时候老公都不能做你老师， yes or no？ 老婆也不能做你老师， yes？ 听得懂吗？ Yes。 所以说 that's 正常的， that's normal， 男生，所以请不要教外面的人。
免得自己受害。Yes。好，还有东西，他做的不好怪你。Yes or no？ 说白了，用在我们自己人吧。问，说如果里面有自己人来问你的话，你会教他吗？我也不会。这边自己人，这里恐怖一定会教他，请举手一下。完全懂我讲什么的，请再次举手一下。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去问这些人 ，OK 吗？要不要先给这些人全部给我们所有伙伴自己站起来，给我们热烈掌声一下。你们那些没有听过人，是因为我们东西一直在 up。我这个删的是恐怖吗？各位恐不恐怖？不恐怖。因为这是改革的整个过程中，如果他们要拿这个删的是 ，which is quite a lot of money， 不过他们必须要 earn it to get it， right？ 是通过你的 productivity， yes， 变成他们必须要 follow performance base， 他们不 follow 拿不到，没有。哎，这个就是他们 lock 着他们，让他们不能跑，反正。如果他跑的话，那笔钱来做，拿来做大家更开心 ，Human Resource Fund， Yes， Are you learning something from me？ Yes， 听得懂意思吗？而且他跑之前，他一定要 keep 住他的五个 performance， 因为很多时候他等到要跑，还跟你讲老板交心 ，Frank， Yes or no？ 我也替你很生气 ，Yes or no？ 我知道的话跟你讲吗？你说话，还问你问弟兄，放我一下，我在跟我的那个 share 老讲。明知道我要跑，我还要来上这么多课。你是 damn shit， 什么人都有。If you don't understand why I say it's okay， 因为我们不是来这边来 swelling 的，不是吗？来，我们今天是来 bring everyone up， 把什么员工都有。如果你当初 set 这个就不一样了，对不对？他跑得到吗？跑不到。他要跑也要做到完他的 performance 才能跑。Yes， 而且你已经知道说 ，Oh my god， 他一跑啊，他因为我们是每三个月来一次，每多久来一个？三个月能够拿到完吗？不能，他真拿不办。他的累计会越来越多，他累计越多，他就越不能跑，明白意思吗？但是我们要不要全部人都累计？不要，因为只有真正能够 perform 的人才拿得到，因为他有 L1、L2 和 L3 的 ，Yes or No？Hello？ 而且这个 L1、L2、L3 继续算下去就算 bonus， 对不对？还记得吗？记得请举手一下。算一次继续算下去，继续就算 increment 的，还记得请举手。明白讲什么的请举手一下，举高一点。来，那些明白我讲什么，而且懂我讲什么的，请站起来一下。讲到 bonus 去到 increment 的，请站起来一下。Everyone please stand up。不是全部啊，那些全部明白的。这些就是如果你不懂，你要问的人。Yes。Yes。因为他们明白是怎样子做。问了的，还叫我名字？还叫我名字？来，不是你回答，来他们回答，他们要认识你。什么名字？还叫我名字？还叫我名字？他叫什么名字？杨。他叫什么名字？小龙。他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赵林。他叫什么名字？各位。赵林。这些就是在场里面懂的人，你们要去问的人。Yes。因为最厉害的commission是在，我现在跟你讲，一和二都很厉害，三四都很厉害，五都很厉害，我找不到一个不厉害。我觉得最不厉害是第六个吧 ，special commission。Yes。Hello， 我每一个都厉害到我头，很恐怖一下。还有没说吧 ？OK 吗？那我们回到这边。所以因此我们东西全部已经 lock 进去，一定要 run， 一定什么？一定要 run。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有一个 camera， 有一个什么 ？video camera 的放着。你一定要 on 那个 video camera， 即使老板不在，不能的。多少人可以 invest 一架 camera 的情绪手机？多少钱买一架 camera？ 几百块吧 ？Yes or no？ Hello？ Yes？ Yes。买一个 stand 多少钱？几十块吧 ？Yes？ 可以做这一点的情绪手机吗？你一定要 test run 点那些，我们要录下，因为我们要调整嘛，明白吗？当然我们不是逼他，不过我们有很多层意义。听我讲怎么 run 呢？我第一场 run， 我就叫你们一起来，我们就找这五个人。OK， 这五个人一起 run meeting。我们现在一起零开始，我们讲你 follow 有几个？来给我一个答案，随便喊一个来 follow 几个？五个，你 follow 几个？随便，两个，你有几个？三个，六个，五个。OK， 所以说就五个，六个，三个，两个，五个。Understand？ 好，非常好，我们现在就 meeting 了。非常，给我五个的名字，比如说五个的名字是 A 公司、B 公司、C 公司、D 公司、E 公司。每一家给我的公司，全部人都知道了。OK， 好，
现在你的 collection 这个月你赚了多少？所以一开始也是各位什么零零零零。现在这个星期你们做多少？你们自己去 update。Good。Hello。Are you with me? Are you learning something from me? 所以我们现在就讲说五个嘛，那你就把五个的名字写下来，这五个的名字是什么？听得懂吗？六个的名字是什么？三个的名字是什么？你要见个人，这两个名字是什么？五个人的名字，听得懂我讲吗？请举手一下。就在哪里？白板上。我现在教你讲子，让你自己做 accountability。还有人听上面说吗？好，这样你盯好，你讲 OK 很好。这样子你打算两次去沟上，你有什么障碍吗？各位有遇到什么的？有遇到障碍的请举手，我们现场马上来就问，不要自己给暗示，不要什么？来写下来 this one， 不要自己给暗示。Please write down， 不要自己给答案。你就要问现场里面有遇到同样问题的请举手，来假设一下请举手。现场里面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现在请举手。比如他讲说，他来了之后跟我讲说拿不到appointment，他不跟进我。有遇到同样的问题的请举手，来示范一下，大家随便听我叫你这样子乱东西。You want to learn or not? Yes. Hello everyone, you want to learn or not? Yes. I can't hear you, you want to learn or not? Yes. Thank you. Pay attention. 我们让你示范，因为 physical is memorable. Physical is memorable. 在场有遇到这个问题的，现在你们是全场的时候了，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请举手，假设一下吧。在场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现在请举手。提高一点，看到我刚才教广告吗？还记得吗？记得了请举手。教广告，对，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现在请举手，举高一点。来，举高高。假设三个人，我就问你，你问你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没问题？你这样子解决，他就由我来讲，他讲说，哎，你老板吗？哎，有能力。你老师吗？能力。你讲东西什么都对的吗 ？Yes。心里面不满，不能接受吗 ？Yes or no？ 心里面已经开始不相信了，听得懂吗？正常吗？正常。所以由他们来讲 ，OK， 你才来做补充。还有人听上面说 ，How do you think this is good？ OK， yes， take half minute share on 这个 part， 快点，因为马上 share 马上。等一下，把那个还没有，谢谢。啊，把第六来确定，对吧？很容易办的，不用死背，不让你明白。所以现在我们就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Yes。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现在已经有了吗？全部了吗？他已经讲了吗？哦，我要去拜访这五间公司、六间公司等等东西，或者是这是 sales 啦 ，production 是一样的，我要做多少 production， 多少，我 production 是多少多少到多少 ，OK， good， 我们就给他知道说你的 target 这个月是多少 ，Yes 吗？一定有一个 target 的吗 ？Yes， yes， 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要我们的一场人数，注意听啊，我的人数我要120个人一场，比如说。举个例子，或者一场我要40个人，我们就写40。我们有5种的产品，像我的公司啊，我是用讲普拉训给你听啊。我们有4、5个训练在一个月里面 ，yes。你们知道吗？你说我们一场里面4、5个训练，每个训练来的人数都不一样 ，yes。所以我们就写到完，比如说 Mind Formula One、SIS Intensive、W Income 训练，所以我们就一定要人数嘛 ，yes。我们就写我们真正要的人数，我们就写已经报名了的有多少人。正式口风要出席的有多少人？我们看到说，哇，已经报名了80个人，口风的才有5个人罢了。啊，自己是几号？明白意思吗？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请举手。这叫我 focus。所以我们就讲说 ，OK， 现在我们要策略讲制作，一起来商量。OK， go and do it。每一天就自己 update， 谁 update？ 那个负责人自己 update 上去。比如说，我们现在是 sales。我们就是做了，我们要做100千，举个例子来，现在已经做了多少，明白吗？你自己 update 在这边，你讲你5个人是很 follow up 的吗？对不对？你本身已经 close 了多少个，请那边打勾 ，understand？ Everyone are you with me？ Yes。So yes。Yes。然后你的 collection， 你的 sales 100千，你已经做了50千，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已经做了50千，你 collected 才 collected 10千。你看着叨叨完的 understand 听得懂几句就是 yes， hello。说假如有问题的话，是谁解答？谁先解答？在场里面没有那个问题的人解答 understand， 然后你才来补充。
那这个东西就开始 run， 比如说我们已经 run 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第四个礼拜，每一次都有什么录？所以如果有些东西不明白的话，你可以看回去我们录影的时候教的东西。Good， hello。同时，这也证明说我们有真的在做。Are you with me so far？ Yes。多少人可以明白这点的情绪？说一下。Thank you。You think it's good？ Hello。Yes。Good or not？ Good。Awesome。Awesome。它的秘诀在哪里？现在开始，每个人都有什么？记得这个板是多大？在哪里？在大家都忙着也看得到地方，你走过就看到。Example， 巴古里，这个巴古里不叫我们讲巴古里，巴古里写他有六个 follow up， OK， 结果下个礼拜回来，他继续还是六个 follow up。这个 A for Apple 五个 follow up， 继续还是有五个 follow up。 这一个一个五个 follow up， Oh my god， 只剩下一个 follow up， 四个已经 close 了，而且他已经讲他的策略，他怎样子解决的问题了。现在这个两个 follow up， 两个都已经 close 完了，加多另外三个 follow 出来。你想看他们剩下的发生什么事？你告诉我，下个礼拜又再回来 meeting 多少个小时？半个小时，只是给 sales 版的嘛？还有你 ，Hello， 他现在就问。OK， 我们先来 acknowledge 那些全部成功做到人际人，请分享你现在做了几个了，感觉好不好？给他掌声 ，Yes， 给他掌声。Move and start with positive，understand？ 写下来 ，always start with one positive。还有没有听上面说吧？有学到东西的请举手一下。学到东西帮到你的请举手一下。Serious 会帮到你。多人觉得说。What the fuck is bullshit？ 有这种想法的人，亲啊，你的 band 找你身体最脆弱的部分，度一下，因为这东西会不会，你可以想象吗？你想象整场的全部就是 sales team 吗 ？Hello， 你想看这个 meeting 一定要来的呢？你不来，你拿不到你的 bonus， 会影响你年尾的 bonus， 会影响你的 increment。Understand is a compulsory。现在你不来，有人帮你写份书的呢。Understand？ 听得懂我举手的是 Yes。Yes。你不能来，也要有一个 webcam 在那边 online 开会的。Understand？ 写下来 webcam。你们知道什么叫 webcam 吗？有 Skype for free。Yes。用 MacBook 或者是用 iPhone FaceTime。Yes。到现场，你时间到一定要在。Hello。Understand？ 哎，最后面帮到你们，我多少个 treatment， 多少个，多少个实现？你看到，哎，这些人五和六还是一样我。Hello， 我们就问他们 ，What happened？ 为什么没有 follow up？ 啊，他就讲他的问题，OK 啊，你们这些人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请举手一下，请来自解答。哎，你回去开始去做，举手。你明天星期二走回去 office， 你看到？把故里六开始变成四了哦，他们还是在，比如说 Apple， 对不起啊，还是在五。星期三你走过看到说，全部都已经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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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他还是在五，还发生什么事？他有做过，可是因为他有心理障碍，注意听啊，有时候不是没有做过，你知道吗？做 sales， 他不敢要求 close sales， 听得懂吗？有没有这种人？不敢跟人家拿钱哦 ，Yes。结果他跑去做销售，他感觉每天好像做皮夹哦，更加投入，怎么办？他就要换位，要不然的话他就要突破成长，明白没？听到多少请求是 yes， 这样子他开始有没有 accountability？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在这个 team 里面，
每个礼拜这样子，你的 sales 都在那边 ，collection 在那边，写在那边，你自己写自己查，好不好？没有，会不会帮到你的生产力？会。我跟你讲，我们整个公司开始 apply 对吗？我们整个公司开始变，为什么？而且我们是 work as a team， 还是 work as an individual？ As a team， 听得懂意思？还有人听上面说吧，就这个 collection， 比如说我们 collection 收不到这笔一大笔钱了，100千了，只收到10千的了，我们会整场一起来什么？因为我们的 commission system 有一个东西叫什么？窟窿。Performance 嘛 ，Yes or No？ 还记得请举手一下。Yes。所以，假如我们不是能做得到，我们的 group 做得到啊，我们两边都有赚的哦。Yes or No？ 还记得请举手一下。Yes。这是在第三种的第四种的 bonus 时候，对不对 ？Understand？ 哈 ，fine 不 fine？ 这样子的 meeting 会不会帮到你 ？Is it powerful？ Yes。能不能做？OK， 这个是专门做给 sales， 是专门做给 sales and follow， 这是专门做给 commission。所以通常我们有两个很大的 board， 一个很大的 board 是 on 是这样子的东西，另外一个很大的 board 是 on admin account 的东西。第二个举例是 yes， 然后你作为老板来讲，我作为老板，我要什么？很简单吧，我用一个最简单吧，要不要？要不要知道？要。叫他。如果你有变化的话，你有什么变化的话，这边拍嘛，对不对？你每三天一个礼拜，一三五，各位多少天？一三五 ，WhatsApp 给我，你拍下东西。或者觉得说，一三五，一个礼拜看三次，不会太多浪费你时间的情绪，是不是？或者可以做得到的，一个礼拜三天。只是看一下子那个 whiteboard 可以做得到紧急什么一下，所以我就看那个 whiteboard。 哦，你要看回之前那张照片跟这张照片有没有分别吗？ Yes or No？ 是还不是？那东西有没有少去？它的数字有没有增加吗？ Yes or No？ 这个方法好不好？好。这方法需要用成本吗？需要。一个 whiteboard 200多块吗？ OK， 多少人可以做得到紧急什么一下？突然觉得这是很 powerful 的紧急什么一下？多少人在公司里面还没有这种系统的情绪中心？多少人觉得会回去开始做的情绪中心？多少人相信说做完之后你的生命开始造的情绪中心？对吗？对。Hello， 有没有掌声？多少个小时？半个小时，改变你整个公司的生产力，改变整个公司的 accountability。Please。跟你身边人花一个半分钟，还有好些没完，我给你再等着一下子一些东西。半分钟里面，几个人分享需要说，来，快点说出来。OK， 很重要，这个。OK， good。Any questions？ 有关这个 meeting？ Any questions？ Any comment？Any comment? No. No comment? Any sharing? Yes. What do you think? 来喊出来 ，just some call out. You just take some call very quickly. 3-4个 call out. 这个方法，快点。一模一样。今天我们的班有个学生来，我们的成绩什么？你背诵你要的，你上。你背诵你什么？像我们是开班的话，我们就想每一场有多少人数。我们有一个。Before 一个 after 之后每一场的 sales， 明白的意思？因为我们也是 business， 我们也是有 running cost， yes or no？ 如果我们今天是做纯教育，你今天教育要不要给电费？要不要给水费？要不要给员工？要不要租？要不要给场地？要不要材料？要不要很多开销？所以它还是 is a business， yes。所以你一定要有 revenue， 对不对？听得懂就是 yes。所以我们都有每一场的成绩， understand？Admin account for admin account based on 你们要做东西，通常 admin account 它不是在 BS， 我们没有这么尊重，听得懂意思吗？但是我们会感到哦，我们的问题是因为 admin 没有 support 到。OK， 叫 admin 来开会 ，understand 了 ？Yes， 听得懂请举手。Thank you， answer your question， everyone can do it。You do this half an hour， 你这样子做半个小时每个礼拜，你整个公司产生不可。十亿的变化。
Yes. Right. 第三呢也是一样，为什么？你的 project， 你现在有多少个 project？ 你完成了你定吗？对不对？为什么 ？Yes。OK。不是一个补纳，一个 service 哦。今天你有多少个 transaction， 你有多少个 appointment， 真正登到几个，你每个 sales 带多少，对不对？ Understand？ 如果是你，我有做这事情是 for 生意代表了，那我就没有分得那么仔细了。OK， 你觉得你应该分仔细吗？你们觉得他应该分仔细吗？因为一个 team 的 sales 是由一群人做出来的，为什么？所以你要看每一个人。不用的，你只要 sales 不了，你只要什么？就是很容易办吗 ？Service sales 多少？我大概 sales 多少？你已经做了多少 ？Yes， 你这个月有多少个 appointment？ 你这个礼拜多少个 appointment？ 真正出席多少个 appointment？Yes， 是你自己去 follow up 的吗？每一场 appointment 之后，你带多少个 sales？Yes， 听得懂吗？比如说，我们就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在 open 在顾客的 lobby 那边放啊。Hello。那你就写着说 ，OK， 现在你有 Miss Dan、Audrey、Angie、whatever 全部的人的 transaction， 他的每一个 appointment， 他有来吗？没有来，他没有来，他有来，有 sales 吗？零，有 sales 吗？一千，有 sales 吗？多少 ？Collection 现在总共你的名字应该 collect 多少？你已经 collect 了多少 ？Understand？Yes？ 这下礼拜再回来，看到你 collection 还是一样没有增加到，证明说你有 collection 的问题。Yes？我们就要全体人帮你 ，yes。如果你不克服的话，你就很没有。Yes or no？ 你有 accountability 有没有现在？有了，是不是很大的分别？因为最大的关键在于一个字，我已经讲了，什么字？自己负责自己的成绩 ，yes or no？ 听得懂的举个手 ，yes。Good， 好不？今天有没有职位标价 ？Yes。Any other question？你现在问我的是meeting的问题还是commission的问题？你在问我meeting的问题还是commission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回答什么问题？Thank you， 我们等下再回答，好吧？也是 OK， 非常，我们感谢你，感谢一下。OK， 问我meeting的问题先。很好办，因为你不在场，我们不做。Yes or no？ 你要不要？你不在场，他们依然做。要的请举手一下。你要我们每个星期都准时定期做的，请举手一下。你要我们meeting准时完成的，请举手一下。好的，你们要我们你不在场，meeting不会做到三个小时去的，请举手一下。还是 keep 在半个小时的，你的跟重不重要？重要。而且你要不要record？要。为什么你要record？因为你可以 review。Yes or no？如果一些好的点子，你看是上，你要看你那个哪个可以看到 ，yes 吗？没有多少钱嘛，你不要录 high definition， 你只要录最小的 resolution， understand？ 听得懂几句就说 ，yes， good， ensure 大家不会互相 attack each other， 大家都在 empowering， yes 吗？明白几句就是 yes， 你可以把那 camera 放在一个比较斜的角度，没有这么 direct 的 intimidate 没有这样子的 ，CCTV 有声音吗？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有，谢谢。OK。那你要不要清楚？你要不要 video cam？ 很贵吗？300块？没有，500块你买得到吗 ？Yes， 你只要一个人，搞不好听得懂的请举手。这是来 enforce 什么对 ？Accountability。听得懂举手是 yes。这样子你复制一个系统，如果你有三个分厂，你三个分厂都招募，听得懂举手是 yes。哎，这个 idea 好不好？好。Good。但是你要带头先做先，要解释为什么有 camera。你要用 positive way， 用什么各位？用正面的方式来引导他们。第二种举手是 yes。Yes。Are you with me？ Yes。给身边朋友，给身边朋友还没讲说要以正面引导。Yes。